主料芋头、蜘蛛、南薯两块，辅料蒜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芋头洗净切片，蜘蛛用开水浸泡，南薯两块捣碎，加入切碎的蒜头，将切好的芋头放进油锅里略微炸一炸，浸泡好的蜘蛛切成与芋头一样的长度，芋头圆的一头向下在碗中排放，然后按照一块芋头一根蜘蛛的顺序排好，加入制作过的南薯、盐调味，放到锅里沸水蒸20至25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